可以吧？他们都已经站住了，好辛苦。关注也在两位上。不，他们两个是check，前方一个人check。好，他们交流，但是你们还要交。对啊。啊？这是我们很荣幸的三个人搞一个，那天晚上吃饭是另外一个，也不是团，所以我们的节目是事业研究完了，有大家都很期待。我在这里向大家恭贺新年好啊，祝大家事业顺利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接下来我们邀请张会长，会长，张会长，爷爷爷爷先生。尊敬的亚特兰大中国商会全体会员，各位领导，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中国商会在全体理事会的积极努力下，在全体理事会的积极带动下，2015年里，在商务、经济、文化交流和社区服务等多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为商会会员打造一个良好的平台，交流合作，并开发出潜在的商机。会员社区对商会的努力表示了肯定和赞许。商会在亚特兰大地区，甚至在过去的2个州地区的影响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我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简报告。Thank you.